为发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儒家之老安少怀的理想，一贯道总会所属各道场都有帮助老人孤儿之慈善服务，普里老人仁爱之家、西罗信义育幼院、屏东金钟育幼院、重残养护中心，其他服务如民国82年连办4场心中有晴天贩烟剧毒活动，宣导健康美丽的幸福人生。自民国82年起，崇德剧坊在各中小学邀请下做巡回演出，剧情温馨感人，启发年轻学子的良知良能，校园师生均深受感动。1999年，921灾区服务设置28个客服及心灵辅导站，协助灾民重新点燃生命的希望，抖落心中凄惶无助的阴影。2004年12月南亚大海啸之赈灾工作，不论是世界总会、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，甚至各国总会及全世界各地区道亲，均投入庞大的财力、物力、人力，至今仍在付出关怀。其他如爱心义卖园游会，每次活动都将当日义卖所得全数捐出，以照顾如残障、植物人、孤儿院或老人安养院等相关弱势团体，爱心广披，实在难能可贵。净山净滩环保活动，一人一只垃圾袋，大家分工合作，将原本脏乱不堪的环境清理干净，还给大地本来清净之面貌。用爱心来护佑大自然的原色风光，为下一代建构一个干净无污染、健康又美丽的世界。爱心捐血活动，捐血一代，救人一命。一贯道总会及各分支会常会举办爱心捐血活动，号召会员及社会上许多热心人士发挥菩萨心肠，将充满爱心的热血源源不绝地填满千千万万个捐血袋中。监狱教化服务，自民国84年起，一贯道所属各道场应法务部邀请，展开监狱教化系列讲座活动，许多学界社会的道亲前贤每周在固定时段到国防部新店监狱、平岭监狱、土城少管所、台中监狱等，除了精彩活动表演，并分享生活的体验及身心灵健康讲座，并为受刑人带来温暖快乐，也播下爱与希望的种子。同时，一贯道总会所属各道场之文教基金会每年均颁发结校励志奖学金，鼓励高中及大专院校之青年学子立志向做个品学兼优、彬彬有礼的君子，历年来嘉惠无数的青年学子。同时为鼓励为人子女进大校，热心参与慈善、文教、社会公益等事业，一贯道总会所属各道场也常适时举办表扬模范父母之选拔活动。我们不要怕做得太多，只怕我们做得还不够。韩道长常讲，这社会只一个人好是好不了，要大家一起好，那才是好。其实一贯道道亲在各单位领导前人的慈悲感召下，总是默默地做，默默地行。慈悲是我本心，付出是我本分。活佛世尊曾言，纵是无名也顶天立地。无为的付出才是真付出，无私的奉献才是真奉献。
天亮。